土豆打入一个鸡蛋，一种让你沉迷上瘾的新吃法，外酥里嫩。下面一起来看看这种了不起的做法。土豆500克削皮，表面已经呈现微微的金黄，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上桌了。放入番茄酱调味，加入椰子粉，土豆这样做外酥里嫩，你一旦吃过就会沉迷于其美味之中。感谢观看，下期再会。